比出大大的赞，开心合照，象征助听器国家队正式成军。一财大厂元勋国际携手日月光、人保、银霸声学和元件助听器，此家大厂要带着国产助听器向全球市场迈进。元勋在这个地方我们所扮演的呢，就是一个最后的系统整合的部分。把整个产品变成一个真正可以交付给消费者的一个产品，集结蚂蚁雄兵，蚂蚁搬大象，然后来让我们的国家队呢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台厂运用高精密供应链优势，整合国内最新技术，打造出高品质的智能助听器，未来也将以联盟的形式打造助听器系统开发平台。除了平台以外呢，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瞄准我们的邻国，像日本，像这个东南亚国家，像印度，我们将在这些急需要听力协助的地方来进行这一个我们的系统跟我们的这个助听器的一个推广。看好未来助听器需求，元勋国际旗下新厂也将在2023年落成启用，预计将年产百万部助听器，将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听力医疗推广及助听器制造中心。东森财经新闻黄福祥、杨昭、张华珍台北采访报道。